Vuosi.完蛋了，把这个杆子撤了。哎呦，这鲤鱼漂亮！哇塞，可以啊，萝莉啊，萝莉二号，哼，上鱼了，可以啊！钓友们，上货了，3米6的手竿，然后钓的鲤鱼，还可以吧？今天有收获。今天打那个老坛玉米，上了一条这么大的鲤鱼，还可以啊，很漂亮哦。能不能帮我点个赞？点个赞呢？等一下到最后我都把鱼都放了，帮我点个赞，谢谢。好漂亮的鲤鱼，你看，用的2号14泥钓的，然后萝莉2号。好，先这样吧。走吧。